各位老铁，究竟激光风有什么奥秘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。各位老铁，我们来看看这款德国豪迈的激光风是怎么运作的。首先料进来之后，第一道工序仍然是预洗，然后上下有加粉碎。那这个功能的话是完美封边的一个必备功能。我们看看，这是24通道的封边带装置，可以满足不同封边带的需求。接下来是激光扫射零接触封边，那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废品率，提高产能。接下来就是前后切，还有粗修加精修，都是伺服控制的，同时满足不同厚度的板件需求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核心功能呢，跟踪倒角带伺服控制。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根据边的厚度自动调节，导向轮的直径也是可变的，最大能减少 40% 的跟踪压力，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痕，最小的倒角内径可以达 41mm。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抛光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迷人的效果。各位老铁，你觉得值得拥有吗？